管理，为什么叫枫叶天堂？刚才加拿大的时候是秋天啊，就以这个秋天命名了。你这个一天到晚钓鱼，怎么晒不黑呢？啊？你怎么晒不黑呢？钓完鱼晚上回家第一件事，先敷个面膜。敷面膜？对，敷面膜。哪家的产品啊？我老婆的面膜。人家都越钓越帅，你越钓越黑，你越钓越漂亮，怎么事儿？哎呀，面膜，这是面膜。今天成绩怎么样？今天只钓了三条鱼，因为船的抽令坏掉了。所以剩下的好，现在我们的抽奖仪式开始，希望各位船长好运啊，祝贺大家，预祝大家好运。现在第一个奖品我们准备抽出来，由 Michael 为我们抽奖。今天有十号什么秘诀没有钓鱼？十号船王英宁，今天钓鱼要慢，过钓鱼要慢，慢也对，要看走线，深水潜水。啊，我钓的潜水和深水。十一号，李游戏。那个是在。李游戏用什么饵呢？六。我主要一个是用的 crankbait， 一个是用的龙虾。好，这个照张相，照张相。到那个幕墙，那个获奖以后到那边照。一个慢一个快。那个阿波呢？